差一个兄弟，不行啊，那右下角。我这关不了呢，这怎么？算了，这么地儿吧，八个是吧？开始游戏。来个哪个呢？我来个鳄鱼。我来个黄金鳄鱼。这个到底怎么关啊？这通知怎么关掉啊？它会一直出来吗？对呀，它会一直出来。我这是右下角一疯狂蹦。数值里面没有吗？不知道啊，没找着啊，设置里边。那不有个通知吗？啊，对呀，那通知，点通知，然后呢？没有了通知。重复，别打了，嗨！等会儿啊，我去捡巴努。快跑！谁呀这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们这为人得去另一个地方。好，那小子自杀了啊！这谁俩射呢？啊，这谁俩射呢？没想到吧？我把他东西撇了，你给我下去！下去了一个，可以，这人是自杀了。别拽我，别拽我，别拽！让你拽我，嗯？让你拽我。哥，我们打这个，我把它给冻成块，然后推下去。不行，冻成块就不能打了。推吧，然后推下去。你下去吧，你哎！完了，没事，我能爬上来，问题不大。哎。你大爷的！你给我下来！你下去吧，你就剩俺们俩了啊！嗯，你自己跳下去吧，不要逼我。那能行？那这比赛不公平了吗？你把我摔下去，你那这比赛不公平了吗？那比赛不公平，那不行啊！那不行。你是我老公吗？小有气，那比赛这不能不公平啊！这。别狙我，谁别拽了。我给你来个炸弹。哎呀，别，你自己下来了，你非得推我干啥？你是。完了，给我毒死了。加油吧，我已经没了。你可以起来，可以起来。不行，毒死了。有没有那大铁锹啊？郭德纲，南山没有落花树。换地图怎么换啊？那没结束呢，咋换地图啊？这个人被冻在毒里面了，死了，冻死了呀，这都没死啊。这拿不起来，被冻成冰块是不可以拿起来的。可以把它踢。
踢到下面去。这小狗是不赢了，这小狗。樱花完了，小狗愿意射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得体现出来我们的爬山的能力了。啊，我被人一个飞踢。兄弟们。小伙子，嗯，还想上来，小伙子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嗯，还上来？你上得来吗？你，嗯，你给我下去吧！你，哎呀哈，谁给我冻住了？那没点其他的武器吗？这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动也没用，动也死不了，你说这家伙别踢了，哎，别踢，自己下去了，自己下去了，自己下去了，快，哦呦，哦，一起爬啊，别打我，你打我干啥呀，俺俩一起上去呀，你别打了，你说，哎，是不是有点傻，你说是，哎呀，哎，我死不了，别打了，别对了，小伙子，你还想上来你？你给我下去吧你！我挣扎，我挣扎一手，挺烦人的这枪啊，这冰枪挺烦人的这，这可是挺烦人的。还好我跑得快啊，没事，我们应该下不去，问题不大。你大爷的！哎呀呀，跟我玩儿！哎呀，别这样，媳妇儿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、哦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啊，哥哥，我被这个兔子给干倒了！我给你一枪，嗯，小伙子，下去！这就是我们两个了呀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有这人呢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救我一下！快救我一下！不行，这枪我不要了。我给你个飞踢，把他给踢出去。我被毒死了。你被毒死了，没事没事。呀，我怎么死的？你也被毒死了。这小子不行了，看来我得把这小子给，把这小子给。你为什么上来就踹了我一脚？误伤，误伤。先把这兔子给他打下去，先打兔子，别打我，把他踹下去。先把兔子打了，兔子又赢了，完了这个大铁锹，完了大铁锹，啊，肚根，你老打我干什么玩意儿呢你？我感觉我要死了，还拽我，还拽，我被铁锹抡到两次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打算在地上装一会死，你不要再踢我。你不要再踢我了！我给你拳！呀，没下去！好，下去吧你！我来了 ！S， 我怎么死的？完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得赶紧爬起来。我死了，我怎么死的？我不应该死了呀！就是死了，就剩一个了。就那边的那个是吧？啊，那房顶上还有一个，下来了。哎呀，没死呢啊，没死呢，没死呢，装死呢，没死呢。啊，死了，这回死了。死了吗？死了，还剩一个。哎，郭德纲没死，你拽我干嘛？我都死了，我人都死了，你还把我拽去？死了没呀、啊，哥哥？我是第一了吗？死了，孙行者。哎，
我都死了，你那郭德纲我都死了还抱我呀抱啊，那郭德纲还想上来，郭德纲，郭德纲别撞死。哥你干嘛，你干嘛呀，你还鼠标鼠标不好使了，鼠标不好使了，没事，鼠标好了，鼠标好了。完了，这怎么一下就死了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哦，不还是最后被他给弄死了？这怎么死的太快了？这死的有点快呀！这，快点！哎，捡个菠菜，吃一口。好，我看谁能打够我，给我装死装死装死还装死，我看谁能打够我，我看谁能打过我，今天谁，那个小加菲猫，哼，不知死活，加菲猫，我给你一铁锹，装死，还有是不是装死，还装死，一大爷的，你给我死！哎呀哈！你别让我起来啊！你别让我起来！你让我起来，我给你一脚！还搁这还他妈上墙还！铲子，我刚拿到手。哎哎，我得拿个铲子。哦哗，日，我已经把你帮你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误伤了。还有没有人了？还有没有人了？我已经无敌了，双截棍儿，哎，哎呀哈，别，还打，我都死，哎，别，你掉下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非得抬我，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？我死了，快点把那金兔子给他打下去，快点把那兔子给他打下去，这个兔子马上要赢了，而且那个兔子拿了个双截棍儿，快快点把它拿走，你把那拍拿走啊，我拿不走，那有个人挡住了，宝贝儿，那个郭德纲，你快点把他拽下来，他没死。那郭德纲，还有刚才，对，刚才那猫，在那装。郭德纲也没死呢，郭德纲，那兔子也没死呢。哎呀哈！你别下去了。真的好难戏哦，这个游戏。嗯，哥，呵呵，快点去来个人治一治啊！你去，你俩。有一只咖啡猫在跟我打，它一直打我，我被它打晕好几回了。快快把这个双截棍捡起来，好，开抡。你这哦，他竟然一下把我踢死了。加菲猫加油，加菲猫完了，加菲猫同归于尽了，谁赢了？那个铁兔子赢了，你看你们不打那兔子，老打我，就这个狗，
这狗老打我的狗。哥哥，你等会儿不要再拿棒球棒打我了。我帮你打别人，我帮你打他们。